在蓝波中文版当中扮演贝尔伦的角色。贝尔伦是一个知名的作家，然后呢，他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有中年危机。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对自己会产生很多的质疑和想法，甚至有轻生的念头。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之后，他终于遇见了他的人生知己蓝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激发了他新的创作欲望。所以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有一定的经历、比较成熟，但是，在走下坡路的时候，突然间又发现了自己内在的潜力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其实还是挺矛盾，也是挺有挑战性的一个角色。从我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因为我本身的年龄跟他比较接近，就是跟他黄金创作期比较接近。因为他跟蓝波遇见的时候是29岁，然后他后来遇见了之后，基本上到41岁的时候还是处在一个创作期的，那后来就没有了，所以跟我个人的年龄比较接近。所以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我做演员也会经历过一个瓶颈期，当然可能肯定是没有他那么有名那么厉害，但是当把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和威尔伦本人的这个状态结合起来的时候，然后在戏剧当中去寻找这些意义就会比较容易。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个人体会，再加上从他历史背景去了解这个人物，然后感受到的一些东西。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威尔伦跟我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比较阴暗的人，然后他又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然后什么事情又是比较我们说叫怀柔，就是他不太愿意去做决定。所以他跟我不一样，我是一个比较愿意做决定比较正的，然后又是一个就我是比较 push 的那种人，跟他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就会比较难去找那一面的人，因为我想问你说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又是非常有名，然后他又有他家族的这些帮助，然后又遇见了蓝波，其实他的人生是很辉煌很灿烂的，但是他又是一个这样被动的人。所以对我来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说，也许人生当中比较被动的人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和理解，然后当他生活中比较被动的时候，他反倒能够去主动的创作东西，这个也是比较神奇的一部分。因为所以我的最大体会就是，也许某些人在生活当中你看起来他很平凡，甚至是面对生活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去努力的追求，但是他内心可能是很火热的。但是可能生活当中比较积极的人，你真的让他去创作或者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反倒会没有那种看上去被动的人有动力啊。所以我想当我揣测到他的时候，我突然体会到一点，当有一些人他看起来比较被动的时候，他往往会得到别人的帮助，会得到别人的理解，甚至会得到别人的垂青。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可能会倾听，然后我的东西交给你会有一个新的感觉，然后他才能够跟蓝波有这样一段时光。因为蓝波就是一个特别主动积极的这么一个小孩，他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绝不妥协。那威尔伦就跟他完全相反，那正是这样完全两个相反的人才能够走在一起去进行创作。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 我研究这个史实和人物从他们的心理角度发现的一个特点，这个也是对我揣摩这个人物有很大的帮助。站在孙多尔的立场，还是要积极主动的面对生活。我不是一个被动的人，就是越不能实现我越要实现它，越有困难我越要去跨越它，我是这样的人。但威尔伦就相反，所以舞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就是你总会碰到一些跟你性格和各方面完全不同的人，然后你又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它，去把你自己的个性压制下去，把角色的灵魂表现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挑战性的一部分。所以导演也老跟我讲说，你这个威尔伦看起来太健康了，说看起来太积极了，你要颓废一点，再颓废一点，我好去找这个颓废的感觉。反的，所以就是祥子的话，导演要求是说希望他能再 push 一点，他希望我就再回来一点，说你们两个如果中和一下就好。有很辛苦的部分，比如威尔伦是一个酗酒的人，然后他有幻听，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人看来，就是说他会有一些神经衰弱，很严重的神经衰弱。那这种人格他有的时候很多是他的人物线是不是很连贯清晰的，因为他可能突然发作，然后他说的很多话有可能是没有逻辑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背台词要背逻辑，但像威尔伦这种角色就是没有逻辑的。那当你
说一个人的台词没有逻辑，他的生活没有逻辑的时候，你要表他表现出逻辑，因为我们演员都知道，那只有这个台词你自己明白了，你说明白了，观众才会明白。那你把这个逻辑捋顺了，观众才会明白。所以说最大的难度就是我要把他所有的这些突发而想的这些台词，他突然间展现的举动，还有他突然间各种各样的这些展现，去用一个逻辑把它给完整的处理掉，然后展现给观众，让观众能够看到逻辑，这是最难的一个部分。哦，但现在都克服掉了，我现在仔细想其实都克服了，就甚至是就如果举例来说的话，就像两个人见面都是一样，就正常人见面说，哎，你好，你好，你在干嘛啊？那我们来看看什么东西。他不是，他见面的时候先问人家说，哎，是你啊？哎，你多大了？你这些东西是你写的吗？然后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东西的？你写这些东西是你来的时候父母知道吗？就是都是一些完全没有逻辑的东西。那你必须要完全理解他是一个经常神经衰弱的人，你才能知道他这么没有逻辑的东西。但是现在都已经好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困难。但是威尔伦是这样，就是因为韩国人他三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金钟九的表演，就是他是一个表演能力很强的演员，他会把整个角色内化，甚至我觉得他演的威尔伦有点痞。然后但其实韩国方面好像最喜欢的是 Anno， 就是会看起来比较就是说导演要求很颓的这种，但是气势又比较强的这种威尔伦。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金钟九，因为我觉得从我个人对角色的了解，如果威尔伦真的是一个这样很颓废的一个大叔谢顶，然后又很纠结，什么事情做不了决定，那他再有名，我想兰波是不会对他产生感情的，就是不会产生这种崇拜的。因为除了写诗以外，你一无是处，你没有任何可以吸引我的地方，我为什么会对你有这种感情呢？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他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的个人魅力所在。那当他有了这个，正是因为他有这个个人魅力，所以他历史上他的那个妻子也很小嘛，年龄很小，然后家里也没有钱会跟他结婚。那如果他本身没有个人魅力的话，我想也不大会有男人女人都会去喜欢他。所以我更倾向于表现一个有一定的个人魅力，然后又融合了威尔伦这种到了人到中年之后的这种颓废，但是又向往新的东西，想自杀没有死的这种情绪当中去寻找一个综合的感觉。因为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人，他是个有魅力的人，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的诗，会有兰波这样的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去追随他啊？这是我对威尔伦角色的理解，所以我并不是很喜欢就是完完全全像那个就是像 Anno 那种很颓的感觉。但是祥子的话他有他自己的处理，因为他性格当中就有跟威尔伦接近的部分，就是我们知道演员最好的演员并不是说你演得有多好，而是你演得有多像角色，你能够多大程度上把角色展现出来。祥子身上本身就有那种个性，就他就自带一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带到角色里就已经很贴近了，所以他只要再去加一些或者是做一些加法减法就会是一种呈现。所以反倒是我这种可能平时比较积极的人演起来会困难一些。是一个有魅力的有才华的但是中年危机的一个诗，我希望的是这样的感觉。因为他首先是有魅力的，不然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他的诗喜欢他的人呢？所以这是我想要的一个感觉。我最喜欢的是绿，不加思索的喜欢绿。这首歌我最早在看韩文版的时候没什么，就第一次的看的时候没拿到剧本，所以不是很懂。后来看了剧本，知道他的歌词，看到他调度之后，就整个人就完全崩溃了。我看了几遍，就是哭了几遍，因为这首歌是三个人的关系第一次完全展现出来，而且就是威尔伦终于发现了兰波到非洲写诗的一个秘密，让他震惊的一个秘密。到最后的时候，他才发现真相。当发现真相的时候，兰波已经死了，那只有德莱尔在。那首歌表现的就是这三个人同时在一个时空里，但是呢其实兰波已经死了，但是却把这首歌的整个的核心和内容表达出来，三个人的关系也表达出来，整个这个剧最核心的部分也表达出来，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感人。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它的旋律，我也希望它能够带给观众最
对什么感动，就是它是一个很轻快的一个旋律，但是却描写了一个很悲伤的主题。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感觉到一丝羞涩，让我蜷缩在你温柔的胸膛，蜷缩在你怀里。这段是绿当中第二段写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段诗句啊，这个也是兰波后来自己在信里面说我没有想到全世界最好的诗竟然是你写的，而且你写了这么好的诗你自己都不知道。就是在这里面，就只有在这个位置上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就是人你会就是我们可能对生活当中的亲人也好爱人也好会有很多误解，甚至是我们觉得可能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是最可悲的就是当人不在了或者一切消失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了真相，然后你又发现原来你这么藐视甚至是你不喜欢甚至你讨厌的人，原来你在他心里这么重要，他只是出于某些原因没有向你表达他的心扉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原来爱是这么的珍贵又这么稍纵即逝。所以这首歌表达出来的这种情感就是再也没有了，但是当你回去想象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痛苦。我印象记忆最深刻的场景是两个人对决的部分，就是布鲁塞尔事件，那个两个人就拿枪嘛，他拿枪给了，就两个人在对决的过程中，最后他威尔伦用枪把兰波的手打伤了。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这两个场景，一个是兰波用笔扎了威尔伦的手，扎伤了，那威尔伦又用枪打伤了兰波的左手，其实两个人在对方身上都留下了伤口。那这个伤口其实就是两个人真真正正感情的证据。其实我们知道，当你给一个人留下伤口的时候，其实留下的并不是伤口，而是感情的痕迹，这些痕迹可能会带一辈子。所以那个两个人对决之后，然后威尔伦在崩溃之前拿着枪打兰波的那个场景，兰波这个手当时都是红的，威尔伦这个也是崩溃的倒地，这个场景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心情没有那么激动了，因为我们在韩国已经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然后没日没夜的排练，特别像我，因为我在上海还要演别的戏，所以经常就每个利用周一到周四来回飞，然后都坐早上五点的航班，五点钟出门，就八点的航班，有的时候我下了飞机从机场就要直接赶到剧场去演出。就经历了这一个月之后，反倒站到舞台上的时候，你发现你经过那么多努力推进的东西终于有一天可以呈现。就是我们怎么讲呢，就像我们网购的时候，其实他们说你买东西你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快乐，你最快乐的是下单的那一刻，付款的那一刻。其实就现在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最珍贵也最印象深刻的，反正是现在就是已经感觉哎，整个人放松下来了，我们只要去调整细节给中国观众呈现这样的这样的演出就可以。我们希望这部剧能够长演长新，票房很好。而且其实这部剧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它人性的部分，它有一些我们毕竟是一个法国人的故事，可能有一些我们亚洲人没有的东西。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参加发布会的时候唱了那个皓月嘛，唱了皓月那首歌之后，韩国人很惊讶，他们说哎，这个歌用中文唱出来的感觉竟然比韩文的感觉还要深刻，语气更清晰，感情更充沛了。他们很奇怪，因为之前他们会担心说用中文的表述会怎么样，但我们又可以自信的说这次中文的翻译也是浅显易懂，但是又充满了感情。所以我们对这个戏的期许是希望它能够越演越多，能够到包括中国大陆的各个城市以及所有的华人地区更多的地方去给大家献上一个完美的表演，也希望我们的票房会越来越好。特别想对所有的就是观众朋友们，就我们所有的华人朋友们，大中华地区的朋友们说，我们这部戏是第一个中国人去韩国排练的这样的一个戏，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中韩双方联手把比较高标准的一个小剧场的戏剧用中文的方式展现出来。所以我们也希望华语地区的朋友都来支持我们无论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还是新加坡，还是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如果你们有机会，希望你们能够
希望我们能够把他这个作品带到你们的地方，展现给我们所有的华人，因为这个是我们作为华人音乐剧也是一个突破，因为我们第一次踏到韩国土地上，而且我可以很自信的说，我们演员到技术的各方面表现绝对不比韩国差，而且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语境去把这个作品更好的展现出来。谢谢，希望观众朋友们都来观看我们音乐剧蓝波的中文版，我们一定会用最真诚的心带给你最好的表演。